毒的透亮皮 Q 肉嫩的猪脚，员工一只剁过一只，包装结账的手从没有停过。客人一个个上门，一买就是好几袋。来到屏东万峦必造访的猪脚，一条街人潮络绎不绝。我买四五只，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多买。对对对。外带回家年节送礼，或是端上餐桌自己享用都 OK。有人一买就是15只，店家业绩也直线成长。因为我们的量都是固定，多少就多少，所以很多客人说买不到我们的猪脚，所以他们说提前来买。买季同样很夯的还有台南新化年货大街。站在热门年节零嘴前，仔细挑选今年要刻些什么号。肉干铺前卖春联的摊位也是人潮豪迈，业者大声叫卖，大促销，拉抬买气。今年有回温了，大家的生意都非常的好。去年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只有做一天而已，可是就那时候就清销了，所以那时候其实生意差很多。买哪些东西？地瓜饼吧，然后肉干什么的。我觉得比往年多，可是停车也是不太好停。过去2年受疫情影响，年货大街买气不是跌到谷底，就是干脆不办。如今等到疫情趋缓，过年前最后一个周末人潮挤爆，商机也有望突破以往纪录。华视新闻徐达人蔡中俊、萧小兴、陈信仁，台南屏东综合报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